这件事情啊，不要乱管。这照片我刚刚临时从网络上面抓下来的，不要乱用。这个照片很漂亮，对不对？红配绿，对不对？很跳痛，但是哇，好突出对比，好明显的照片哦。那就拍了一系列的玫瑰花，然后为了要表示你非常的文青，然后很有内涵，所以你决定把所有的照片通通变成黑白给大家看，所以出来就会变成这样。你的每个花跟叶通通都一样。照片转黑白的时候要注意，黑白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你一定要，你如果有一堆照片想要转黑白，你一定要先转转看。如果那些照片的颜色是差不多的，你要先转转看。像红色跟绿色在黑白的世界里，它们是一样的颜色啊。因为黑白不再是用我们那个色彩学有最主要的明度嘛、亮度嘛跟彩度。明度就是明亮，对不对？然后还有彩度，彩度就是 colorful。像彩度最高的颜色就是金黄色，那个大概 CMYK 大概就是 Y100，然后加个 M10 到 M15 那个黄啊、哦，它的彩度是十的，然后它的明度也是接近十的，那个彩度明度最高的东西在那边啊、哦，像白色就是明度十，彩度零。黑色就是彩度里，明度也是零啊。那它们在各个不同的位置上面有各种，像红色、大红色，就刚刚那个玫瑰花的这个大红色，它的彩度我记得应该在8或9左右吧。绿色的彩度也在大概6上下，但是在黑白的世界并不看这些，在黑白的世界只看它的明度。他们两个人的明度基本上是在属于就标准红跟标准绿是属于同一个位阶的，然后所以他们一变成黑白的时候，他们就变成这样，什么东西都看不出来了啊。这个转黑白要稍微注意一下。老师，那什么是明度？明度就是其实就是亮度了，就是亮度。好，那这个我们不管它了。继续就是，刚刚那些照片都转好了吗？啊，骗我！好，来，刚刚照片都转好了吗？好，转好了之后，我们就刚刚已经有同学发现那个问题了哈、哦。来，我们转好的照片，我们把它弄进来看看哦。导入，好，我们导入一张黑白照，看看放到影片里面有没有 feel 啊、哦？其实蛮有 feel 的，对不对？哇！那哪个大师拍的照片？好棒！好，来，高大师。我很怕被人家叫大师，大师都抬举重了。好，来，我刚刚有要转一个 CMYK， 对不对？好，我们导入这边很多张照片，有看到这边有一张 CMYK 的，好 ，Dash CMYK 这张照片有看到啊、哦。然后我们把它，我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我要给你们看，就是。你会遇到的各种状况，你真的会发生照片它就是不理你，你有没有发现导入失败啊？确定你就会发现没东西，那张照片怎么样它都进不来。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 Premiere 认的是 RGB 模式的东西，你丢 CMYK 模式的东西它不认识，它解析不出来，所以它根本不让你丢。这个不只是在 Photoshop 的照片上哦，你如果在 Illustrator 里面做的字幕、做的片头那些东西，如果你的 Illustrator 设的是 CMYK 模式，一样导不进来，它不会让你导。好，这个要特别注意。在资料上。好问题，来，那位，您这没有，没有，没有。你的资料夹里面有10张照片，大家都是 RGB 或者是灰阶，里面有一张 CMYK， 那你把整个资料夹导进去会发生什么事？掉了 ，CMYK 那张不见。
他因为他刚刚就掉了一张，啊 ，CMYK 那一张它自动会帮你剔除掉，它只把其他的弄进来。好 ，OK， 好，来，我先还各位，你们玩玩看。双色调我没试过，理论上是会的。对对对，那个LAB 它一定是，对对。然后双色调我没有去试过，哎，我们来玩一下。还有没有遇到困难的？没有啊，好，没有，我们应该要进入 Photoshop， 需要动到 Premiere 的终极应用了啊。好，来，再多的，我觉得再多的话，就变成叫 Photoshop 的不好玩了。好，来，画面给我，还没练到的待会练啊。接下来这个肯定要练比较久一点。这个东西比较复杂一点，但是你真的，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你拿到了一堆照片，要放进 Premiere 里面，他们可能大大小小，然后色彩模式、比例什么通通不一样，里面有手机拍的，有相机拍的，然后可能搞不好还有早期的幻灯片或早期的照片扫描进来的，例如说我前几年帮一个号称台湾半导体教父之一的人的告别式做影片，他那个
来的东西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还有那个报章杂志报道他的那个简报剪下来的，那厚厚一个大大的快乐夹，外加一张光碟片，它里面总共有600多张他的生平的照片，还有跟张东某喝酒的啦，什么的啦。那过他是华邦店的前董事长吧，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了。600多张照片，我要挑出其中的大概50张帮他做告别式的来秀。可是因为我不是只，如果单独这种案子的话，我大概都不会接。但是因为我跟他们公司有其他合作的案子，然后他整个包在一起，要我帮他做，我只好帮他做。那个东西真的是乱七八糟，里面还有一大堆的照片跟幻灯片。我要拿出我那个很久很久没有用的那个幻灯片扫描器，来把那些幻灯片扫描成档案。所以各种五花八门的都会有。那一般来说的话，你进到 Premiere 里面之后再来整理，真的非常的累，去放大缩小什么什么的，真的太累了。所以呢，一般来说我都会在 Photoshop 先把它整理好。好，整理好的话，可是那么多张照片，总有一些规则，每一张照片可能有每一张照片要的微调，但是如果你先把他们共同要的规则先调整好，那你就只要去个别调整它个别的差异就好。来，我们来试一个哈，我们来做一个功能。好，我们开启照片，我们来开这个哈，待会你们可以用这边的照片来试，但是我会建议你，我们这里面的照片非常多张，对不对？我建议你另外开一个夹子啊，我们现在直接开好了，我们另外开一个夹子，把它拉出来。好，一个资料夹，叫做6/23，然后这一个资料夹，我们把它，我们刚刚的缩时照片，好，我们选了一些，不能用拉的，要用来按右键用复制的哈，你如果用拉的，它就直接被拉过去了哦，原始就没有了。好，我们来贴上。好，这些，你今天假设你接到客户这些照片，里面乱七八糟，什么鬼都有。来，我们开启我们刚刚的06/12/3这个夹子，然后开第一张，记得开第一张，不要随便乱点啊。开启，好，这张照片不符合规格，那怎么办呢？来，注意看啊，我们从视窗这个地方叫出一个活动视窗啊，活动页面叫做动作，看到没有哈？哎，真的有人很厉害，来。这个动作这个东西它就会跑出来了，在这边最底下这里啊，你们看到这个一张纸被卷起来啊，一张纸被卷起来，这个在 Adobe 里面大概都是新建的意思了哈。来，新增动作，建立一个新的动作，对不对？记得哦，这个我现在教的这个步骤哦，你每个步骤都是固定的哦，不然中间很容易出问题。第一个步骤，开启档案。第一个步骤，开启照片啊，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啊，建立新的动作。这个动作当然，这个动作视窗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把它叫出来。这个但是这个不归在动那个就是操作范围内啊。来，新建一个动作，还有会要你给它命名。好，那要什么命名呢？就是我们叫做微调好了。或者是你可以命名一个，例如说叫做照片初步微调。这个有什么好处？你不要随便乱命名，因为你做了这一个动作之后，你的 Photoshop 或者系统只要没有重灌，以后永远用得到，它会一直存在你的 Photoshop 的程式里面啊，以后通通都可以用，底下通通不用管它，按记录。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
有没有像个录音键，有没有录音录影键，红色的就按下去了，代表电脑程式开始记录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好，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看我这只是示范，你可以做任何动作，你的任何操作它都会记录下来。来，我们例如说影像尺寸，哎，已经是1920×1280了，啊，然后72了，哎，这个没有要动，取消，你会发现它没有做记录，因为你取消了，它没有做任何记录。那我们要做的可能是版面尺寸，好，这个是像素，这边高度我们让它变成1080，好，确定，好，会被裁切掉，是不是？好，继续去，好，你会发现，哎，它记得一个。他记了你的第一个动作叫做版面尺寸啊、哦。好，我们这次要比较假装是文青，所以我们要让它变灰阶。好，哎，他又记了一个，对不对？啊、哦，转换成灰阶了。啊，这个有一点点给它够复古，那我们就给它对比强一点。对比够强的，再强一点。好，这已经到暗黑世界了。好，确定。我看，哎，这些都 OK 了，这就是你要的照片了吗？是的话，按储存档案。好，你会发现它也按储存了。接下来怎么办？关闭档案。啊，就关掉了。来，我们再。开启，随便一个，开啦。那个刚刚那个为什么没有停掉？没停掉，这个是不对的。那停掉。这个回到，为什么会说这个？哎，为什么被关掉了？刚刚多了一个东西啊，哎，关闭，它只记录到这边了，它没有，啊，这边，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走储存，然后关闭，对不对？底下这两个是后来不小心多录到的，这两个是我们不要的，把它丢到垃圾桶去，好就好了。讲到丢到垃圾桶，我大概10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兴高采烈的跑去买了一台 iMac， 看过吗？那个就是那个荧幕很大的啊，就是整台电脑的那个。他连 PC 都不太会用，然后他就很糟糕的跑去买台 iMac。那是一个女生，我说你买 iMac 干嘛？他说好漂亮，荧幕好大，好舒服，放在我办公，因为他自己是老板，放在我办公桌上面，哇。真的觉得上班心情都好了，每天看那个苹果就好开心。好，你开心就好。那一台7万多块，他买最高阶的27寸的，现在有32寸的，但是那个年代只有最高阶，他只有就是27寸就是最大的，他能买。然后后来，他就发讯息给我，那时候 LINE 还没有出来，那时候只有 WhatsApp 而已，他发讯息给我跟我说，师傅那个。iMac 有光碟机吗？我说有啊。然后说哦在哪里、啊？我说在荧幕的右边，面对荧幕右边有个缝。我说他说坐在那不会凸出来。我说在那不会凸出来啊，它是吸入式的。他说那怎么放光碟？我说你就把光碟插，轻轻插进去，插到1/3的时候它就会吸进去。他说真的那么厉害啊？他就是他说哇塞，哎我果然很厉害，哇塞怎么会有这种设计？太漂亮了，好高兴。隔了半小时之后，来了。就发讯息，哎、欸、师傅，那个请问一下，光碟片怎么退出来？他没有退那个退件钮，有没有？他退不出来。软件。说哦，你现在在桌面上吗？对了对了，桌面上。你就把光碟片丢到垃圾桶就好了。
没办法、啊、我说为什么没办法，他说因为光碟片在电脑里面丢不到垃圾桶。我说他以为我叫他把光碟片丢到他真正的垃圾桶里面去，他以为我在就是讽刺他，丢到把光碟片丢到垃圾桶。我说不是，你把桌面上的光碟片拖到桌面上的垃圾桶它就会出来了。我说哦，是这个，我以为你在噎我说光碟片不要用了，丢到垃圾桶去。好，来这个啊，我们刚刚多了两个，好，多录了两个，我们把它好弄掉。好，因为它的关闭就是按那个来按停止住关闭。对对对对对，你就可以按停止了。可是这一个这，因为我没有用到那么新的版本，那我们这个先不要关了。好，来，我们再。地址好久没用了。好，档案这个地方，好，接下来你看哦，档案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可能要重回一个动作，你们比较不会，好，搞错，我们这边是亮度对比，对不对？然后后来储存了，对不对？储存完之后，再到关闭，好，停下来。就不要再录了，好，我们录完了，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动作，我们录好的一个动作了，好，然后从档案这个地方有一个自动，啊，批次处理，看到没有？批次处理点下去，它就会出现，啊，你要第一个，你有看到动作选择，你就选择微调。就是我们刚刚录的那一个动作，因为它有很多动作，你们看到这些动作是他们本身先预设好给你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要的，我要用微调的那一个动作。然后来源是什么呢？你要选资料夹，就是我们刚刚是这个，我们刚刚不是开了一个06123。好，我们拉了几十张照片进来。好，你要处理什么照片？你要处理这个资料夹里的照片。好，然后这个勾勾呢，我常常搞不清楚要哪一个，但是通常我会忽略动作开启。好，抑制色彩描述档警告，这两个我会，因为他们有的那个描述档不对的时候，他会一直叫做描述档跟你用的描述档不一样，什么是描述档啊？那个不管它，你就记得啊。一般正常的话应该就是这两个，重要的是这个目的地，啊、哦，选择档案夹，你也可以选择储存跟关闭，它就会把你原来的档案覆盖掉，原来的就不见了，就只剩下你调好的，所以我都会另外选一个档案夹是空的，然后是调好的。好，来选择哦。这里课程教材里面我开的，我应该有开一个资料夹，没有开到，好，我开一下。资料夹，好，叫做 BW 好，黑白，好，我选择资料夹，下来课程教材 BW 啊，就选这一个，让它存到这个位置啊，确定，然后这个记得不要勾了，它就会存在原来的地方。这样子就是完成了设定的，然后我们按确定，反面尺寸无法使用，待会这个可能有点问题。好，来，我先接给你们，你们先试一下刚刚的那个功能，我看一下它的 PC 问题能不能好。
是找
是为什么会什么？你知道我刚刚那个档案一挂，它就跳成那个。老师，我现在在试，是不是要切工作区？对，可是我工作从工作区我要切成基本工作。基本对，可是它我的这个软体一直会跳，一直会跳回去。你就是说新增工作之后，然后做任何记录，关停它这个时候面板就关掉了。对，我刚刚也是，我觉得好奇。就是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个跟旧的版本一样。因为应该是因为他跳回到最原始的，所以那个步骤记录他无法按停止的来源呢、啊、他会跳回来，对吧？这是目的地，这是来源，而且在偏向设定那个地方也找不到任何的。好，你们先把那个基本的那个动作记录的那个功能先学下来，先知道那个，因为那个面板，我们的面板一直跳回到一个不该跳回去的面板，然后我们完全找不到在哪边。我可能利用中午时间问一下我的伟大的顾问。你这个记录好了之后，你不管多少张照片，好，50张、500张。你只要他们共同都是要调整一样规格的，你我们刚刚那个批次功能按下去放在那边，你现在电脑的效能应该大概10分钟之内它就帮你跑完了，你自己改的话大概要10个小时，40多嘛哈，有记录好，但是一关，哎，你们也是档案一关掉它就跳回到最原始画面嘛，有人做好的然后关闭的嘛，因为最后一个动作一定是要关闭档案。那个复制贴上啊，那在哪个复制贴上，哪一个？对，复制贴上。哦，就是你已经把照片弄过来了嘛，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就这个要不要关都没关系，我们就开启档案。啊、哦。那它在哪里？是这一个吗？对，这个吧。那你就打开，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做那个记录动作的动作，还记得吗？我们要先把动作叫出来。你刚才是放了多位。好，动作叫出来了，这是它，这些是它本来程式就有的动作，但是不是我们要用的。我们这边新增这一个，新增一个动作，给它一个名字。我们先用简单的好了，譬如说061。今天一二还是七二？对呀。好，记录。好，开始。你要对这张照片做什么调整，你就可以去做调整。颜色一样啊。好，就是做这些调整。再来就是影像，在影像那个地方，应该是版面，然后版面尺寸。好，那个我们就先聊。
在你原来的档案夹里面有没有？就他们都我原来的档案夹有没有那个被修改？是不是？应该会有另外一个档案。对了，好，我们应该把它存起来。没有啊，我原来档案夹我都是全部都被改成一二零的一八年，但是就是直接存回原原。被覆盖了，对不对？对。对不起，有一个动作，我应该用更直接的动作教你们才对。来给我，好，来我们，反正待会还是会被关掉，然后再重开。我会再跟各位说怎么样让它不要关掉重开。我们重新来过，好，这个是我们刚刚的，对不对？那我们已经啊，已经做好了，一样丢到垃圾桶。这个还没有，我还没有开始按哦。先开档案啊，开启了对不对？才开始按。这个差别在哪边？如果你先按了记录，再开启档案，它做后面每一张档案的时候，它都会把第一张重开一次。对对对，哎，他后面会跟着做，但是他每一次在做下一张的时候，他都会把第一张再做一次，一直做，一直做，一直 repeat。所以说你的照片就会除以 double 的分量。好，来，我们现在把它按下去。好，那我接下来操作就快一点了哈。我们在影像版面尺寸，等一下啊、哦，刚才那个真的是斤斤计较了哈。我们要改版面尺寸，对不对？我们要改模式，对不对？要修调整对比，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先转模式，然后调对比，再改尺寸？可以，一样，对不对 ？But 为什么我要先改版面尺寸？因为现在版面尺寸是缩小的，这个照片因为我本身已经把它调整小尺寸了，你们没有感觉。如果你来的照片是一张，现在相机，大家的相机都神经病，对不对？我这个其实只有200万画素哦，我想过就是1080只有200万画素，你现在动不动会拿到一张2000万画素的照片，对不对？你如果是2000万画素的照片去调整模式，调整明暗对比比较快，还是200万画素的照片调比较快？200万，当然200万啊，越小的档案调整那些东西，电脑跑得需要的效能越少，所以第一个动作我都会习惯先把版面变小，先把影像尺寸变成我要的尺寸就好了。因为好继续，因为我们作业上有时候会拿到真的，我目前个人拿到最大的档案是4800万画素的那个印全开海报的那个档案，你如果是先调整的话，跟后调整真的就会差很多。好，来，我们在模式那边把它变成回接，把颜色放弃掉，再去调整它的亮度对比。好，我们来亮一点，我要按 K。 好，来这个，然后按储存 OK 了，对不对？其实要按关闭，一定要按关闭，对不对？你要让这个动作完整，知道动开出来到最后是要关闭的，哇，它又调回来了。对 ，but 没有关系。好，哎，又开启了，对不对？我们把它停掉，停掉之后把它啊，对不起，我要做的那个动作又有一个地方没有做到。好，来，我们先回到这个地方啊、哦。好，我们亮度对比，来，我们重新把它按下去记录。亮度对比调好了，这张照片是我们要的，对不对？那我刚刚讲过说原始的照片是不是要留着，然后我们要存到另外一个资料夹去嘛，对不对？好，其实我们不应该按储存档案，我们应该按另存新档，把路径直接告诉他，这样会是最快的，就少了一个啊、哦，这个有没有 BW， 这是我要存的、啊、照片，我直接存在这里啊，确定，这个时候再关啊，它跑。
跑掉了没关系，我们出来把它这个拖走。我会帮你们解决这个，就是需要多做这一个步骤的这个问题。好，现在这个已经弄完了之后呢，就是刚刚的自动批次处理，好，来源资料夹就是这个嘛，哈。对对，好，这个是确定的。好，我们就这个都不要去勾它，选择目的地的资料夹 BW， 这个 BW 没有变。好，就这样按确定。有没有发现它就在闪？它每闪一张，它其实就是处理一张照片，因为我们第一张照片在那边没有关掉，所以你可以一直看到第一张照片。来，我们看一下它 BW， 这是我们的资料夹，对不对？存的资料夹，有没有发现？错了，它增加出来，那么它一直跳进来，对，通通都帮你转好了，非常快，应该快跑完了。事实上，所以那个你的应该是另存新档那个动作，对，你直接按储存了，它就会把原来的盖掉，它就会按照原来的弄。好，跑完了。那这后面的设定就不一样了。哪个设定？设定目的的资料夹。其实不会，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用，当你程式关掉叭叭之后，你下一次用的时候，你去设定目的资料夹就有必要。因为你存的是另外一个资料夹，对不对？你不会每次都存在 BW 里面嘛？对，它可能变成 BW 二。可是你这边的储存是路径是 BW 吗？对，但不会啊，因为你那一个 BW 可能已经不见了，所以那么你可能是用到 BW 三了，对，第三个案子。是，就是说，你动作的路的动作 ，BW 这个路径，对对。对吧？对。那你说，老师，你说你到时候你再换的时候，它还是存在那个动作里面的 recorder 记录还是 BW 啊？它的 recorder 不是记录 BW， 它的 recorder 是记录另存清单。好像。对对对。所以是路径是后面给的。对对对，路径是后面给。对，它的动作是另存清单。那么它的动作是档案，我们刚刚那个 save 跟 shift save 的差别。OK， 好。这个我们来玩一下吧。这个时候放一点点音乐还好了啊，非常的。哪是？好。现在这里就是到现在就是亮度就这样就确定，对，就是你对对比较你调到你喜欢的亮度，如果照你刚刚调的就是，但是我会先把它转成回接再去调亮度对比。那现在先取消，先取消，对，那再在影像模式最上面一个，对，灰阶，所谓的灰阶就是对，就是黑白黑白照，对，点下去，好，确定放弃，我不要颜色，放弃，放弃，对，它就变成黑白，然后再去调它的亮度对比，那再调整第二个，上面一个，对，好，对，第一个亮度对比，就是你刚刚调的那个，对。好，你先去拉对比较好，这个亮度已经不需要再调亮，是吧？这个差了，这样这样可以，再来确定，确定，再来。好，再存，对，你先按另存清档，你夹子开好了吗？你要先开一个资料夹。哦，另外再。对，另外一个。BW 用的。对对，可以用 BW 啊，你先开一个资料夹出来。可是以前的版本
需要201。对，以前版本它指定路径，它就是指定路径，它不会覆盖你原来的。那个电脑软体工程师跟那个灯光师的共同特色就是他们很喜欢刷存在感，他们很喜欢把那个人家用很熟的软体把它乱搞，搞到你用不了，所以说，我明明上个版本会用，到这个版本为什么变蛮奇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像你看这个一个档次关掉。你现在只是记录动作，然后你真的要做，要再开啊，再开档，要再开，对，真的要再开几座，对，对啊。建立一个路径的资料夹，那就忽略到他动作的那个存的路径，而是你现在要改的位置。一个是指定啊，一个是之前动作的位置。现在这样，这样会不会要给人洗？哎，等一下啊，你这个。你已经关闭过了，然后又再重打开了嘛，对不 对？好，来，你看你这个要关掉，那你刚刚是这样子的嘛？好，这是录音，这是录动作，你不要录了。对啊，是我说你。可是你最后关闭的这个动作，哎，我录到 ，OK， 好，然后关闭。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一次了哈，档案啊，然后自动 ，Keep 处理。
然后你的来源，你原始的，你的版面设定也都不一样。你原始的那个照片是存哪一个？你原始照片是？